这个砂锅的小米一旦被霜打了吧，它就不吃了，因为吃上跑毒，一跑毒鸟就死了。没风还不好撒了，有风好撒。有很多尝试呢，慢慢总结学习，慢慢来呗。另外撒米的时候一定要撒的薄耳蝇，撒小茬子，撒的厚了就羊吃了，你就白撒了。